阮正讲说头前，唔闹有欢喜的写春联活动，阁有好看的人西来到老咧。无讲你唔知，这个队伍为新历到练习，才短短五天而已。很好啊！不会累哦。不会。你们练多久了？一个练五天两天。五天而已啊！等一下要表演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我们希望说，把我们的传统艺术再拿回来，而且学生很高兴，他一除了可以。可以培养他健康的身体之外，他有一个表演的空间。寒假期间，罗宝社区和新兴国小斗阵为小朋友规划了人师的训练课程，但是这项计划刷无经费好使用。我觉得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的问题啦，因为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经费的，跟人家借一组那个鼓过来，然后我们的教练他就先帮我们买了新的。但是我可以让我们欠。目前会有很多事情就很快处理，好感谢完整公司来到收听，新就有这项大人囡仔拢欢喜的计划。学校对咱在地文化吼，有这个创举吼，所以公司当初叫这个艺术来个来个补助来个建吼。虽然练习的时间很短，但是看小朋友的表现就知道他有多认真，大人用行动关心小朋友，就有行动的表现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